Chanel 2015全新顶级珠宝系列 Les Dalles Mont de Chanel 于巴黎发表后，九月中移师香港。作品系列中各式珍贵的护身信物，以迷人而神秘的设计及闪耀生辉的宝石，展现动人的保护力量，赋予佩戴的女性勇往向前的动力，让她们积极果敢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。展场布置也环绕护身符主题，以冰冷、温暖、璀璨城市铺陈出人生的三段旅程。此次作品共运用了三种类幸运草形体的几何造型为主体设计，每款作品坠饰的中央位置集中材质的奢华与作品的大胆创意，宝石犹如珍贵具有能量的象征，闪耀着温暖光芒，呈现 Chanel 顶级珠宝与众不同的轻盈明亮及柔软。Enf Donc 系列为 Chanel 顶级珠宝工坊展现极致精湛工艺之作。Enf Donc 项链将蕾丝薄纱般概念与钻石璀璨耀眼的光泽完美结合，创造出独特光影效果。项链仅净重80克，耗时800小时工时完成。内环圈采用分段式结构，使其柔软服贴于胸、颈，并灵活律动，佩戴起来极为亲肤舒适。Artihons 系列胸针别致的配色与设计犹如是件艺术品，运用各种不同工艺及暖色调与线条，构成出对称式的不对称奖章图腾，华丽富律动感的线条，幸运草结构属当代风格之作。由此作品可见品牌对于作品精湛工艺和色彩的诠释，独具美学风格。有别于胸针为多彩设计，此珠宝套组仅以钻石为材质呈现，同样以奖章结构为主体，其中 Y 字形项链运用大小不等的钻石细腻铺镶，组成圆形和方形，如同宝石切割般的钻石链结，除了带出钻石璀璨光芒外，也提升丰富的层次，表现出精致深度和丰厚感的奖章，另备有戒指及手环款式。Batiglier 系列结构围绕着吊坠与链子，其中项链以精致链子搭配几何图腾，细致的链子才以平面类拼图造型，能完美任意搭配景象。图腾中心的黄棕色钻石绽放非常独特的金棕蜜色泽，其共有四种佩戴方式，体现了现代自主的女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。借由此全新系列，透过钻石的璀璨魔法和魅力，搭配日本养珠、蓝宝石、多彩亮漆和珐琅，展现了各款珠宝图腾的生动姿态，引领大家进入不同想象世界探索的旅程。